演唱会的嘉宾的部分不方便透露，不方便透露，台北站不方便透露，台北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我只能说是女的。都是女生吗？等你的男主角吗？常常没吃饭，也没有，是因为一直在工作，有时候会忘记，那后面都会补回来了。该吃的都还是有吃。今天现在是九吗？跟姐姐的时候可能差不多吧。我只能说大概就是跟我的年纪差不多，或者再低一点点。你是十八吗？你这样只有17公斤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你们看不到我了吧？没有，还没到那个阶段。说你要穿比基尼？没有啦，还没到那里啦，还没有到那个阶段，因为现在昨天才把歌单，对啊。所以有一个是你画的，是可以。是大龙那一个，大龙是你自己画的歌单。对啊，大龙可以吧？哎，大龙有，大龙，大龙啊，亲生的，亲生的，都可以。啊，他没有性别。三。二一起起喽！哇，来来来，一点掌声尖叫声，来，小心小心，好，也许身体先跟我们的，对，跟我们的飞机呢，不只是要在水上，在海上乘风破浪，我们则是要飞。演唱会的嘉宾的部分，不方便透露，不方便透露，台北站不方便透露，台北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我只能说是女的。所以有一个是你画的，是可以。是大龙那一个，大龙是你自己画的，可以。对啊，大龙可以吗？哎，大龙有，大龙，大龙啊，亲生的，亲生的，都可以。啊，他没有性别。生活有没有全糖？生活有没有全糖？生活全是忙碌。也是全糖啊，没空啊，真的没有空，没有空。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基本的东西，然后你自己去想想画，然后说我们每个人画的都不太一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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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